是傅彦堂，我是刘一恒，我们是中部地区屋建数税说频道。对，当然看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，因为我们的物件 CP 值最高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上架的物件。还有，记得打电话给我们，如果有喜欢，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的频道的标题都有写我们的电话。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支持我们。支持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在哪里呢？台中市北区。中正公园旁边，也就是中国医药学院旁边。旁边，我们看一下哦、喔，这边可以看得到中国医药学院的大楼这边。来，中正公园就在旁边。这个 view 真是赞啊！超赞的 view， 还有公园的这个地下有一个停车场，那是公有的吧？民营的，民营的，公有民营。所以其实这一间房子没有车位的话，也没关系，也没关系。地下那边很，那边很好找车位，那边车子随时都有车位。它那个车位超多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面向公园的那个什么阳台，阳台。哎，这个主机，主机对，太碍事了。要是我，我会把它拆了。我会换地方，我要换到后面的阳台，跟我一样，我宁愿花一点点钱请人家拉到后面的阳台。对，来，那怎么办？那个水龙头嘞？水龙头，这是洗衣机啊，放洗衣机的。对。那当然要在那边洗衣服也可以。那我这边可以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如果是我，我会把墙壁打掉。然后呢？做落地窗。赞，聪明。就这一点我会称赞你以外，其他的都是应该。这边本来有一个那个冷气的那个双型冷气的口在那边，对啊，把这边敲掉应该不影响结构了。对啊，OK， 就做一个落地窗，这个客厅一定会超级漂亮的，对，比现在更漂亮，除了复古风以外呢，老公你在那边拍。因为它的灯架是我第一次看到像这样子的，这个是这边哈，边做菜还可以边看公园的风景。对啊，好，非常好，做菜的人信心好，煮出来的菜就好吃。好，这是2+1房的加一，这不能说三房的。它这个本来应该是餐厅吧，我觉得。我觉得应该是餐厅，对。对，没有错。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一定要把它打掉，打掉做落地窗。其实那个打掉真的没有花什么钱呢。好了。对啊，只要有钱就可以任性了。那这是它的大门，门它是密码锁的。对，还蛮高级的这样子。对，还有一个密码锁。来看一下外面，照一下外面。我们等一下会走出去外面，还蛮多户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先不要影响别人。好，对。这个线路有全新换多，全部都是新的线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屋里呢，已经35年了，他35岁，快40年了，所以他投资客决定把它换掉。好啦，有一些投资客他是连线都不换的耶，至少他还有点良心。有一些投资客他想说挨到40岁的时候再来换，再来换零件。对对对，这个是35岁他就换零件了 ，OK， 换线路了。我把它比喻成人，连件拢害了了。哦，来看一下它工位，工位也是全新打造，全新打造。那工位旁边呢？这边的走道呢？这个，应该是走道哎。对，这个，我不知道它原来是什么，已经看不出来了。对，但是它是这个做出来的话，就是可以放书啊什么的。对，其实这个是应该在客厅才对，在厕所。以前这边是餐厅，对，这边以前是餐厅，对，对，好，我们来看两个房间，好，先看主卧室吧。主卧室在这里，它卫浴也是从全新打造，只是没有很大，所以它的这个洗手台比较小一点，它两用的，也有热水，它这个每一间都有冷气，它冷气都装好了。你不用再花钱装冷气。这一间呢，基本上来讲，如果你不想打掉那个阳台再花钱的话，就是准备头期款而已。对啊，好，这边好有。这边头期款应该可以。它这个贷款成数应该可以高一点吧？中国医药学院旁边。阿塞，
这里它其实哈，这个是弧形的阳台，所以没办法放洗衣机。那就是为什么哈那边要放洗衣机耶？了解。那边好啊，因为这个阳台不够大。嗯，对，弧形的比较小。OK。好，所以啊，衣服可以晒这边了。洗好衣服可以塞这边，这边有一架。嗯，好啊，它的门窗都有换新的。对啊，不错，这个投资哥还算是有，还有一点良心。对，连冷气都冷气好了，窗户、窗水电，连窗帘都有。窗帘不是装那种很轻的薄纱那一种的。对，这个还算有质感的，有点质感的。你知道有一个投资客他都用那个薄纱的吗？那风一吹就这样，嗨了嗨起，对不对？我不想说谁了。飘逸美，啊，另外一间房间，没有很大。他为了要利用空间，这就是我说的口袋门。拉门。好，拉门。他的主机放那边，也是有冷气哦，也是有冷气。OK， 好，这间多少钱？这间呢，不贵，不便宜。不便宜，不是不贵，不贵也不便宜，因为他已经帮你整理好了。好了，多少钱？好嘛，等一下，1098万。哇，109万没有车位。对，现在中国医药学院附近的周遭，像这样子的，有整理好了，3000万没有车位。对，那我们这是次顶楼，等一下到顶楼去看看，好，看他的 view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啦。餐厅改到这边来了。嗯，如果你要喜欢这一件的话，我们尽量帮你议价啦。少来，这是投资客的，能议多少啊？几十万而已。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人点阅看这一件了。没有，只是给大家比较了。现在的房子就是这么贵。对啊，真的，现在房子就是这么贵。中国医药学院的房子，这个、不知道算不算楼秋哦、嗯？哎呀。市区都是这样子，有点偏冲了 偏冲了，一点点。都已经抗性这么多，你还找路冲出来？贵贵是它的最大抗性，超过1000万没有车位，而且还35年屋龄。好，走，我们出去了。它这个居然还会亮哎、欸！哪一个？你是说它居然还可以用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嗯，不简单。好，24小时管理制。没有24小时，那7点就下班了。可是它上面怎么写24小时？他说7点就下班。我们这边离国民运动中心、中国医药学院都很近，还有那个什么一中商圈，反正都很近就对了。嗯、那我们看一下位置图，等一下，老公。哦，就看到中国医药学院就是。没关系嘛。旁边就是中正公园了，嗯，中正公园，中国医药大学，嗯，看到了吗？对。国民运动中心也在这边、嗯，然后中国医药大学，这条是扎衣街。对，好，我们下去看一下街景，可以顺便去买那个水煎包。啊，对，中国医药学院旁边有一个那个水煎包。嗯，我们除了会介绍房子以外，然后如果周遭环境有美食，哦，肚子好饿。没有两户，一户两户，三户，四户，有天然瓦斯哦。嗯，四户，五户。六户，哇，7户，7户还有、哦，这个还是安全梯，7户这边还有，8户，不要乱开哦。哦，别人们，好，好，大约8户，一个电梯可以有8户，倒抽一口气，这个投资客。欸大就大了呗，这个心脏很大颗。对啊，对啊，大嘛就大了呗、嗯，胆子很大。我现在都，我们是没有钱投资，所以只能够批评而已。我们到顶楼去看看。他这个可以看。老公，哔哔哔。哦。我们到顶楼去看，我们现在是在7楼，总共楼层是8层楼。哦。这个有景观电梯耶，景观电梯。对。旧的大楼吼，它还要再爬一层楼梯才能上去。它是感应式的。感应式的。趁现在天还亮着，看一下外面的 view。哦。哇，增建，有增建。哇。旧的大楼都会爬增建去，看不到 view。
全部都有增建。好，那边也有增建。哇哦！不用看了，不用看了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家家都有增建，对，一堆增建。这还有住人呢。好，欢迎去检举啊！如果你觉得检举有效，不可以这样子啊！很多说我很怕买增建，怎么一堆？但是大家都有增建啊！你要去检举吗？检举不完啊，对不对？你不是今天跟我讲一件事情吗？检举达人的事吗？对啊，你讲一次。正义魔人。正义魔人。你检举他，然后检举成功了，那个人被检举成功的人不能再检举别人。哎，对，这是什么逻辑啊？对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大家不要这么互相检举来检举去，伤害的。对，因为台湾太多的八九成的那个八加九，太多八加九了，太多八加九都是那个旧有的违建了。你真的要找 太多正义魔人，对，你真正的要找到真的没有违建的，有现在新的最新的法规规定，新建案绝对没有增建。对，请你买新建案。那你就口袋要深一点哦。好，有。好，他这边还有160万，剩160万。管理基金还有160，算还可以，财务还算健全，还算是坚强的。对不对？他的地下室有停车位，但是不能直达，反正也没现在没车位。现在没车位。好，这信箱。信箱。哇塞，这是古董式的信箱。古董信箱。古董信箱，是哦，古色古香。那边是什么？管理员，好啊，这边有垃圾处理厂，不要拍到管理员哦。我们直接走出去吧，看一下庭院。我们拍好了，看一下庭院。好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谢谢你哦，嘿，谢谢，拜拜。老公，往水煎包的方向是哪边？这个是它的车道入口。对，车道入口。对，讲到这个车道入口，他有说，因为今天这个是机动式的管理员，所以问他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上面资料是有写说，你要承租车位这边的地下室的话，要排队抽签。但是呢，这里面住户这么多，车位也没有位置了。对，所以如果是我的话，刚刚我们不是看到中正公园吗？对，我会去停那边。去中正公园租车位。因为我说真的，我不喜欢这边常常这边等啊。等到看有没有车位，就好像是等啊，看房屋会不会降价。结果等来等去，要么就是没有车位；等来等去，要么就是房价一直在涨，一年比一年还更买不下去。哇，这边吃的很多哦，好香哦，到处都好香，吃的很多。啊，走出来不到三分钟，这个公园一分钟，地下室的停车场就有了。对，时间就是金钱，不是吗？那还有一点，不是说只有时间是金钱而已，还有一点，你们不觉得？921地震到现在为止，你有看到房价真正的跌过吗？个案的例外，有些个案的缺钱急售的哈，当然会。但是这轮不到我们啦。对啊，对啊。哪有那么大环境是涨的？对啊。除非你很幸运，你的妯娌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有愿意缺钱急售的，赶快去承接。对啊，你不要觉得哎呀，我还要再去问问别人，结果问到后来
叫他先卖给别人的。对啊，我先算一下，我先算一下，我先问一下我家里的人。对，那我先看问谁，我先问诊一下宝贝。对，但是我的那个宝贝哈，要礼拜二还是礼拜三他才有开耶？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？哎、欸，我有遇过这样的客户啊。对。然后结果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想姐，那个房子已经卖掉了。啊，我都还没有宝贝呢。中国公园不用介绍，应该大家都很熟。哦，这个公园在两块。中国医药学院应该也不用介绍，大家也可能比我还熟。好，那我们要还要介绍什么呢？介绍美食。好，这边附近很多吃的。啊。介绍那个水煎包。嗯。比一下方向。在那边。哦，啊，这边就是那个车道的入口，很大很宽吧，很像保险公司吧？嗯、好几个车道。老公，你要走去哪里啦？好、哦，这边很多车子从这边下去停车。好，然后这边儿童游戏区，很多小朋友在这边玩。好，所以生活机能。好，这边还有一个中油百货在那边。过了这个中国医药学院的这个中正公园，然后急诊室就是中友百货了，啊，这边是中友百货，所以这里生活机能超赞的。为什么他卖、欸？还有一中商圈。为什么他要卖1090？为什么有原因的？那还有，其实我们这附近也有其他的那个。案子、哦，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来问我们。请搜寻我的频道。如果这件不喜欢，对，我还有拍摄非常多的物件，有上千件的。对，请记得订阅啊，搜寻参观选购。对，那、哦、我们的物件最多，你不用出门，我们就带你看遍中部地区最多的不动产房地产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拍这一件吗？哦，因为第一个地点很好，第二个投资客都敢买这个地点，哦、第三个投资客居然敢开这个价钱，代表什么？好。第四个，投期款没有那么多，没有关系。哦，不是啊，你这一件只要准备投期款就好了，你不用再准备装潢的钱。很多客户都会说，哇，这中古屋那整理起来要很多钱呢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整理耶。没关系，投资客已经帮你整理好了。嗯，是不是？是。对啊，投资客居然敢投资到这一边，然后开价开成1089、1098，那代表就是说，哎，就知道了，房价就是这样。啊，老公，那个水煎包就是在那边。好，底下你还要补充什么？没有，在那边。好，很多人排队那一边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Slogan。好，换我了。嗯。好，我刚刚被中断了。啊、我们物件最多，你不用出门，我们就带你看遍中部地区最多的不动产房地产，土地房子给你最多的选择跟比较，不怕你买错，也不怕你买后悔。好，那我们所有的拍摄都是。一镜到底，一刀未剪，没有剪辑，没有广角，没有美化。好，你只要在家里轻轻松松的滑手机、滑平板，看 Enjoy TV 的 YouTube 频道，就可以很清楚知道明了这一间是你要的房子，对，不动产。对。好，那如果你有家里亲朋好友哈都有在找房子的，欢迎帮我们转发、分享、介绍。希望经由你的介绍，我们也可以成功卖掉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那有成功卖掉，我们一定都会有包大红包给你哦，谢谢哦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你还要讲什么？没有啊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以为今天会下雨，还有穿雨鞋。哦，没事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